最近 PS 会员质量越来越拉胯，其实大家可以考虑玩实体版游戏。玩光盘游戏有几个好处，第一，那就是可以卖二手回笼资金再买新的游戏，比如我新买的这个蜘蛛侠2 PS5 独占游戏港版光盘上市一个月了还能卖400。像这种单人剧情游戏一般游玩时间也就十几个小时，大部分人不会连续反复通关，放着只能吃灰。况且蜘蛛侠的前两座都已经入了库了，所以蜘蛛侠2也是早晚的事儿，不如趁着现在有热度卖了回血。像 Switch 游戏卡带也是一样的，比如我新买的这个马里奥惊奇，我买的时候是244港版直邮，现在通关了，目前二手还能卖280块钱，你没看错，还涨价了。其实我还在纠结到底卖不卖这盘卡带，我并没有全收集的癖好，通关后现在还在继续探索，但是我发现有一些关卡比最终 boss 还难，我有点想放弃了，同样趁着现在还有热度卖个好价。还有就是今年年初买了一个斯普拉顿3，买的时候285，就是想体验一下 Switch 上的射击游戏到底是怎么样的，什么感觉，好不好玩。体验过后发现并不适合我，这半年来一直在吃灰，现在估计230好卖。另外我之前还有一些游戏手柄本来想收藏的，后来发现家里的剩余空间越来越少，现在我只想保留7只手柄，剩下的全部出掉留给有需要的同学，保留2个 PS5 手柄，1个 PS4 手柄，1个 Switch Pro 手柄，1个 XSS 白手柄，1个小鸡的 G7 有线手柄，还有1个老的 Xbox 360 手柄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像这些通关的或者闲置的游戏实体盘、卡带、手柄怎么卖，卖给谁，有没有风险呢？现在有个转转寄卖，我们作为卖家担心的问题现在都由平台做担保负责，平台派人上门取货，平台帮忙拍照上架，我们自主决定价格，我们不用和买家聊天砍价，售后全程交给转转平台，卖出去后直接打钱。按说这种寄卖服务是要收服务费的，但是 NS 游戏卡带、 PS5 PS4 的光盘目前这个类目是免手续费的，对于我们这些玩家出二手是很友好的，很省心。现在平台还推出了7天必卖活动，大家有想出闲置的卡带、手柄可以去点我评论区看看。最后说一下 PS5 光盘游戏还有2个好处，一个是不需要备份，国行 PS5 可以直接运行港版的游戏盘，不需要港服账号，简单粗暴。第二，有些光盘游戏比数字版还要便宜，比如大表哥2光盘只要100出头，港服商城数字版的原价是468港币，还有老头环光盘是350左右，老头环的数字版要479港币。像这种实体版光盘比数字版还要便宜的游戏估计你还知道不少，欢迎写到评论区。